我们希望两岸的所有的中国人都一起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为我们的引导，大家朝着那个方向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展开两岸的关系。 相逢一见泯恩仇。化解对立。无论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有多少的困难和曲折，只要双方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秉承诚意，顺应潮流，面向未来，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海协与海基会努力扩大交流与居。走散，走散。董事长，你刚才问一些好啊，关于。走散，走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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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散
已经稳定下来吗？现在啊，我要跟你们说一个，许多的事都不能讲绝对的话。对呀，对呀，就这样。